婚礼音乐响起，新人手牵着手进场，幸福的模样真是羡煞旁人。而婚宴上美味的佳肴更是让宾客难以忘怀，现场厨师端出许多的桌菜，香气扑鼻，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虾子跟凤梨，然后再加上杏仁片，它有一个坚果的香味，有糯米皮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整套菜一个料理的呈现，就是将港式点心及中式的一个粤菜的一个经典菜色做一个双拼的口味。为了达到宾主尽欢又不想要荷包大失血的新人，现在有福了。新北市白金花园酒店特别推出小资婚宴，以当季的山城海鲜、养生的松露、冬虫夏草通通拿来做食材，十二道山城海味的特选菜色，每桌不到万元的市场破盘价，作为回馈新人的最佳贺礼。附赠一些这个户外婚礼，是我们很强大的重点。那一场户外婚礼的，就光场地的租金租赁下来，大概就是好几万好几万。所以相对的一个附加价值呢，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对这些新人们更大的一个吸引力。品尝一整桌的豪华料理，又能在气派奢华的地方举办婚礼，常给许多新人庞大的经济压力。白金酒店推出的小资婚宴专案，佳肴场地通通比照五星酒店的规格，就是要让准新人们能有一个梦幻又难以忘怀的结婚典礼。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